就是一根头发接四根，哎呦，然后一次要接200根，就是把他的发量增多，所以一次接200根，我曾经接到300根，对，这样让自己的那头发看起来多。我吼曾经是一根头发吼分叉分十叉。我有算过，十叉，这么多，一只有一根头发，这不太，他就一直一直分叉，一直分叉，就像那个几根，这么烂你还留着？对，我永远就是留不长啊，那就剪短啊。但我剪过短发啊，短发它还是发量少，所以我就去接发。我的接法呢是现在有一种日本哦刚引进来台湾的这个独家的这个科技毛发，这种毛发呢很厉害，就是我现在头前面接这里跟后面接这边，它四根头发就是一根头发接四根，哎呦，然后一次要接200根，就是把它的发量增多，所以一次接200根，我曾经接到300根，对，这样让自己的那头发看起来多。牙看起来不会假，那我又觉得，哎，接发很多人都说我一接长发就像一个梅啊，有有有，整个大家是谁？我今天有这样觉得，后面走进来，我今天有这样觉得，就是彩华姐背对我的时候戴口罩，我姐姐要讲话，你等等，真的，你要讲什么？她眼睛不好，问翠萍眼睛不好又老花，你问到一个没有姐，你听她讲吗？翠萍姐，你讲讲。真的，我刚刚我就从她后面，我本来她站在我前面，然后就一个那么长的头发，然后穿一个牛仔夹克，就穿这样子很休闲。我想说这是哪一个梅啊？应该我不知道今天来上了有谁嘛，对不对？然后就到电梯里面，一回头他一回头，哎，彩华，我还以为哪个梅啊嘞？人就在这里。哦呦，哎呦，哎呦，对对，所以我就开始有自信了。哦，没有，就觉得说呢，其实接发呢是其实让我也比较好做造型啊。再来，我不用一直戴假发，所以我刚刚在做造型，其实就掉了一撮。哦，这么大哦。但现在我现在比较长了，应该要再把它往前推了啦。我看到，等下给导播看到。有有有。你看到很细很细的这个吗？有没有？有，我已经帮我留，对对对。那一节很细的是他自己的，对，这一节是自己的，是我的头发，然后这边有一个结，上面结的位置，绑了一撮，对，这样。然后他现在断掉，断掉的那个头有没有？这个头上面还有他原来的已经有的真的头发也会掉，那你这样不是那本末倒置了？掉发更严重，发量更少了吗？这样是治标不治本。对啊，然后我以前生完小孩就一直掉发嘛，然后我就希望说啊，就是出门，而且我头发又细又容易塌，流汗就塌，所以那时候我波比的时候呢，我就做了这一顶的这个头发，这张就是我的战利品，好像半顶而已啊，对，全顶。只是要把它拉下来一点点，好小，好短哦。对，就是波比的时候到现在，然后你出去外面，尤其夏天的时候，你就整顶 cobble， 那就不会变形，然后就流汗也没关系。然后每一次我只要表演完的时候，我这个头套拿下来的时候，我的头发都湿的，都可以这样甩，这样整个地上都是湿的。肯定的，对，因为闷太久了。对，这一顶是就出门戴的。这是表演用的，对，这一顶是表演用的，然后这一顶呢是这个吓人用的，哈喽你用的时候，对啊，这个 cosplay 吓人用，是你要去那个摇呼啦圈那个，没有啦，这是因为之前呢有连续几年上了红白，那我想说这个想要变一下这个发型。这个颜色造型就是变一下这样子，然后我就去这个定做了这一顶，然后染这个粉红色的，我就哇，就是好亮哦，在台上。然后这个就是也是我就平常可以带出去的，就是如果说有一些要参加姐妹会啊或者什么 party 啊，没有办法去用造型啊，我整顶这样把它戴上去，它有刘海，然后整体戴上去，或者我就然后放着，然后绑或者绑两只辫子都可以，或绑一只马尾也可以。就是整顶戴着，然后就可以出去了。所以它是天生发量少又细软，细跟软，细跟软，发量少，然后它后天又为了要追求完美，是就不断的外在破坏它。对，不过脸跟头皮，我觉得脸比较好解决，是不是？其实很多人都会误会，像
彩华说你是油性头皮，就好像很多人会误会自己是油性的脸皮。对，老师，你这句话讲得太好了。对，就是很多人都说我的脸很油哎，我告诉你啊，我只要一下子不吸油，我整张脸都油的。对，可是他的脸上有斑。对，到个冬天会脱皮。对，他就绝对不可能是油性皮肤。对。那这个都是因为太干，代偿性出油，干到油，对，干到你头要，你的皮肤要出油保护它。其实头皮跟脸皮是一样的机制。哦，如果你的脸皮是干的，80%以上的头皮不可能是油。哦，所以应该二就是，这就是二就是没有选，很明显就是彩华姐嘛，对不对？对，是发量少，这个是我这一辈子最痛苦的一件事，我都很喜欢那种。不会不会，飘逸的女士，你今天碰到510了，她来拯救你，有救星，对，那但是你要听，她不是你叫她讲，她愿意讲的，我懂，我知道老师不要这样说，看她有没有缘呢？老师你是漂亮，你还有接法，对啊，个跨立五亿的 hope 不？嘿嘿，丢唔丢唔丢？虽然一个一起火星来的，但是一起水恩呢，嘿丢丢丢，我知好。